你的每一天，强过在人间的一万年。我心累不见几万个光年，却在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掌声鼓励。我觉得这样，你再送一点你的祝福给游鸿明，好不好？来，祝福游鸿明大哥在未来写更多的游氏情歌。好的，送给我们这真正喜欢情歌的人。谢谢。好，谢谢 ，OK， 谢谢，谢谢，谢谢。刚才游鸿明提到，今天你在宣传的时候，有个人说你是个模仿秀的，对啊，是假游鸿明。来一位没有？来了，这位，这位，好，你就站在那里就好了，好不好？好，来，这我现在在全国的电视观众面前保证，这是货真价实的游鸿明。是是是，有什么要讲？没有，你这样说的话，他已经羞红了脸了，已经。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陈，名志伟啊，陈志伟，对不对？陈志伟当时看到游鸿明，为什么会不相信是他？因为我是就是外省到这边来旅游嘛，我就顺便今天到安溪学院，我说看看他们打打球我就半信半疑吧就是不敢平时喜欢的一位歌手会出现在我面前。你是这谢谢谢谢好谢谢那么今天呢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观众除了百灵制药厂整个安顺整个城市其实都是非常高兴游鸿明能够到来所以他们欢迎你的到来对他们准备了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现在要送给你我们来看一下谢谢好不好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安顺的城市献礼我们来倒数三秒三二一哇这是爱你那是奇迹多么美丽我和你花和下雨一字一句紧紧连在一起再多荆棘无关系哇这就是他们精心准备的520红伞加油站给你知道吗有520盏红伞我爱你的意思他们都很爱你哎，代表大家的心声你们不如自己说出来你们爱不爱游鸿明哎呦没想到大家还藏有暗器还有